你好，我是这次国际艺术节参展的画家，我叫罗建生。这次我带来了一个金秋系列的一个作品，主要是这个作品呢是表现一个我们加拿大安省的阿光宽 Park， 就是这些一个秋天的一个元素。我希望把我的中国画用一个中国的元素表现我们加拿大安省的一个很特别的秋天的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有很荣幸获奖了加拿大电视，就是中文的电视的这个采风，就是艺术采风的一个奖。而且我就在2017年也参加了全球水墨画大展的一个入围的一个画家。我是希望把我的一个艺术跟加拿大国外的一个风景做一个结合，把我的一个艺术创作跟中国的传统画跟西方的自然环境做一个互相的结合，然后呢去表现创作一个属于中国画系列的一个这样的作品。所以这次我带来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了，就是说加拿大秋天那个非常美丽非常 colorful 的一个的元素，希望大家喜欢。您觉得罗老师哪幅画是你的代表作？这四张就是这一次专门创作的代表作。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张。好，我也喜欢，你介绍一下这个创作的。 OK， 你过去了，你要站过去。 OK， 这张 OK 吧。这张作品主要是反映了阿光宽 Park， 就是我们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公园。这个公园范围很大，然后每一年的秋天那个枫叶非常的美丽。它的在这个风景区里面有丘陵，有溪流，有高尔夫球场，而且它的颜色的秋天的各方面的枫叶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我就把这个元素去写生以后，把它放到我的创作上面。这是一种什么画法，什么手法？这个呢，现在我的画全部是以传统中国画的元素笔墨来表现，然后呢在笔墨表现的基础上，我是把我们安省的那个金秋那个系列我们把它放上去。因为金秋那个枫叶是很难表现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颜色比较重，比较热烈。我们怎么去用中国的元素表现我们一个西方的自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呢就是通过了很长时间的慢慢的摸索了以后，探讨以后，这一次我拿了这个四张作品，其中这一个就是表现了阿光宽 Park 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然风景。谢谢大家。好的，谢谢老师。谢谢。